的那个眼睛是这样笑哎，连我都觉得他不对你笑，他有没生命？他生病。好，那你呢？我也是一定要抱他，而且就是我会一直抓，就是一直按他的脚，我就睡着。哦，他的脚，因为他里面有沙沙。哦。对，而且他不会掉毛，我很过敏。哦，所以你会，你都叫他什么名字？宝宝。宝宝，你跟他对话吗？哇，好可爱哦。跟他对话，啊，你今天终于可以上电视咯，他很开心。蚊子，可爱，好天真哦，对，超可爱的。我觉得我跟悠悠很像哎，就是之前我要去上学，然后他不是会自己一个在我房间吗？我会把他拿到我妈的房间吹冷气，因为他会自己一个在叫，他会自己一个人在就是我的房间，我觉得他会就是无聊，好可爱。剩下对，怎么你是这样就很？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允许？对呀，真的好可爱，奇怪。怎么办？你今天有双重标准吗？对呀，我觉得我也很可爱。Oh no！ 对，蚊子，我没有看过你这一面呢。真的吗？你可以多跟宝宝来一点互动吗？可是我都抱着而已啊。你可以跟他跳跳舞吗？你都没有带他跳舞过。可以，我在家里给他劈腿，然后还给他定杆，就是因为旁边有那个木头，然后他可以这样子。你帮他玩玩看嘛。你看他活着，而且还抓不到。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好可爱啊！电流，电流，电流！好仔，好仔，好仔！他击鼓，击鼓开，击鼓骗人！哦，怎么会？鼓好弱，对啊，击鼓不会跳。现在蚊子是这样的嘞，对啊，那你跟击鼓打架谁会赢？宝宝？没有，他们现在在交往，你不要这样。蚊子，不要这样，说错了。跟他做那个位位，好奇怪啊。蚊子啊，选完 match 很重要，像悠悠这种病得很严重的就不要跟他一起玩啊，哎，不然说不定有一天他会把你当成玩偶啊。这个棉被是我从小时候就喜欢做梦，嗯，然后我还梦到，就是因为这棉被我梦到那个任意门。好妙。我小时候有想过那个，如果万一世界上有任意门该有多好哦。真的直接打开，一直幻想着接下来就是任意门了。一打开，埃及你好，根本就不是埃及。小时候就玩那个，所以这一直陪着你。嗯，我有时候睡觉就是这个会被踢到我脚下，因为我睡觉一定就是要脚开合开合，我之后才会自己慢慢睡着。棒的，就是这样。要锁要不锁的，真的。怪癖，你这也算怪癖，都是娃娃类。那你呢？对啊。我晚上他一定要睡在我旁边，我才睡得比较好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某某。所以你会跟他对话吗？不会啊。那你是觉得他们俩疯了吗？因为他又不会回我，会觉得很孤单。他会。屁！想要解释，他说都不会回。他会啊，他会告诉你说他今天很开心什么。哦，这是幻想吧？悠悠好可怕，吓死人！这被吓什么苦吗？哇，你不是要说修两个学位吗？对啊，福大的同学知道你有这样的怪癖吗？哦，大家都认识他，我带他去学校过。啊，走火入魔了。Oh my god！ 而且他之前 MSN 的状态还是什么击鼓正流行。有流行吗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同学讲他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每天的话题都围绕着击鼓，真的很 fashion。哇，想回家。好，那你呢？你一定要眼罩。对啊，因为我只要为了是跟毛弟一样，只要有一点点光就会睡不着。哎，不行。对啊，就真的不行，就一点点光都不行。那你呢？我就是这我阿妈就是我出生做的啊。哎，好特别哦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矮丁，就是这有四只。啊，这个是以前被这个是小孩背小孩背住我的。哇，好纪念性哦。以前后面那个是我，就是这样。我就一直咬。然后我小，就是我长。
长大了没有它，我就会很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拿去洗，然后我就会可能没有安全感，就是妈妈可不可以多给我两条重一点的被子？对，就是越重被子越有安全感。嗯，哇，这可以这样背一下吗？七步。好，因为我相信阿坎会好好对他。你把他当婴儿这样抱抱看。要不要叫他妈妈帮他背啊？你要帮他背吗？你来，妈妈背好了吗？他好，你看他乐的嘞。而且大家不要让他病情恶化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救救他，拜托。好，毛弟，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，还有一个你最不能接受的怪癖。我不能接受悠悠这样。我觉得他到走火入魔，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会对，比如说玩具，我还拿它去洗澡什么，就给它冲水。但我觉得他那个太 over， 太 over。对，告诉你，鸡骨会恨你，生气，他生气，笑哎笑哎，你不能接受这样 ，no， 你们应该也不能接受。我觉得我完全不认识他了。那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最喜欢哦，谁？我觉得蚊子吧。哦。小孩就是蛮酷的这样，然后又是娃娃，然后又可以就可能跟他玩什么，我觉得晚上不会孤单，嗯，可爱了，对，可爱。他这种行为虽然可爱，他这样的话就是不就他符合小孩，但是不符合，对，就是另类了，对，另类，好不好？谢谢这一组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看球重点，性感睡衣组要货拉拉登场。好的。现在这组呢又不一样了，好像是成熟组，比较性感成熟的音乐直接。哇 ！L B 今天穿的是一身清凉的撒漏，还有这个五指可以露你的脚趾出来的拖鞋哦，好可爱哦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要说就是 L B 平常在家睡觉是绝对不穿衣服的，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才会穿，因为非常的怕热，所以不能穿衣服。大家可能以为我平常就是很害羞或内向，可是到了夜晚呢，我可是有狂野的一面。夜晚，哇，夜晚哎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有时候那个妈妈进来，可能好像是看到一只豹就躺在那里。还有这个就是捕梦王，就是它可以保证我一觉到天亮，就是我必备，就是要放在身边的东西。他手真的变了，来，你来做好不好？哇，小孩。睡衣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一定要就是小洋装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穿很舒服。耶！下一个 ，Who are you？ 哇，马上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平平。然后我今天的穿着就是这样，就是既甜美又不失性感，让大家 touch my body。这个哑铃的意思就是想要强壮我的臂弯，就不要让它有蝴蝶袖。重点是这个眼镜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到睡前我一定就是要戴着它，因为素颜我会不习惯啊。啊！谁是你啊的？运动最喜欢穿的是狮子的睡衣，不管到哪里睡觉都要穿狮子牛奶丝花花的感觉哦。露背哦，露背哦，露背哦。耶！怎样？走台步？看这个，最加的睡衣。还有呢，这个一身超级高级的丝绒，还有充满女人味的蕾丝，非谁莫属呢？对啊，就是我，贵妇小姐干嘛？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辣妹，所以呢，连睡觉都要很辣耶。还有呢，太商品了，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珠，它叫胖一，因为呢，要让它与众不同，我把它增加了一些头发，就是增加一些发量。产除万恶，真的，它能够把。